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慕田峪长城。这里是一座稀世珍宝，是建筑以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，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。慕田峪长城位于怀柔区境内，距离北京城73公里，是北京著名的长城景点之一，也是明朝万历长城的精华所在。它像一条矫健的巨龙。 重古今，横万里，千年风霜，静默矗立，见险历史的沧桑。在这里，游客们可以感受到其独特的历史韵味和壮丽的景色。慕田峪长城提供多种游览方式，包括步行、乘坐缆车，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。不论您是长城迷、历史爱好者，还是追求刺激的冒险家，慕田峪长城都会给您带来难忘的体验。而我们讲解员则是历史的传递者。 沟通游客与慕田峪的桥梁，长城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？长城如何传递军事讯号？它又有什么特殊的构造和防御体系？传承数千年的不凡历史，您都可以通过讲解员得到解答。讲解员在展览、教育和旅游等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并且身负重任，其具备良好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。 能够深入挖掘长城的千年岁月，不忘今昔，引导游客文明游览，向游客展示中华民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让单纯的旅行变得更有意义。来到慕田峪，您将感受到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和自然美景的独特魅力。愿您在慕田峪度过一段难忘的旅程。我们在慕田峪欢迎您的到来。